我是来自河北省雄安新区的。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。我来自江苏省。哦，我来自吉林省。是从重庆来到上海。啊，我就是上海的。我来到这里非常的激动，因为复旦是我的梦中情校，它就是我的床前明月光，心头朱砂痣。我是感觉到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非常融洽，然后有很多热情学长的一个学术殿堂里面，就是非常的兴奋，然后还有一点激动和紧张，但是我进校门之后就会放松了很多。这个校园非常大，然后我是住在北区，然后感觉北区那个食堂还有住宿条件也都比较好，感觉很开阔，然后让我很憧憬来到这个地方学习。就是引路的学姐很热情，寝室的那个学姐是直接带到寝室门口的，小店里很多，然后放在一排充电样子比较壮观，还有一些非常有复古特色的楼，然后那个学生宿舍也非常有生活气息了。对新生活充满了这个渴望和憧憬。我想再去参观一下那个木质的老校门，因为它曾经是我高三下学期一直放在课桌头的一张明信片，所以我特别想打卡那个地方。光华的人去打卡过了，对对对，今天中午到食堂我们去吃一下看看一下，他听说他有一个什么新生套餐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，想要去每个食堂都吃一遍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，然后发掘更多的潜能。在 QQ 群里面好像听到学长学姐说这个地方是不限制作息的，然后想稍微把生活安排的比较自由一点。我希望我能够找到我人生的志向和目标，然后并且为朝着这个方向为之努力吧。希望大学四年可以更加完整的认识我自己，了解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然后成长为一个有情怀有能力的学者。我大学的计划是想要参加学生会，希望有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员。你拍我之前呢，有一位男生刚和我合完影，他是大一的。我2020年我作为研究生新生来的时候呢，当时就没有感觉这么热闹，然后呢就办理入住。但是今天的感受呢，就感觉同学们啊，包括志愿者、辅导老师都特别热情。不仅我们学校的各个部门，比如说信息办，比如说团委，还有我们学生会这些同学、老师在这宣传，还有各个专业的学院在那边就是迎接新生。刚才呢，我也和那些。就是迎新的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，感觉他们都是非常友善的，整体上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